大家好啊，我是花童。今天花童带大家来做个滑动楼梯的教程。首先，我们在这儿放几个方块，给它往上排一下，做个楼梯的形状。做完之后就是这个样子。之后，我们在边上放上转轴方块，放完之后就是这个样子。然后我们要楼梯的台阶接过来。接完之后是这个样子的，有楼梯的形状了。之后我们在这儿再放几个和刚才一样的方块，之后再往这儿放上转轴方块。放完转轴方块之后，我们在这个后面放上开关，每一个台阶后面都要放上开关。放完开关，我们来启动一下，这样楼梯就转起来了。那今天滑动楼梯的教程就做完了。小伙伴们，你们学会了吗？学会了就抓紧做起来吧。大家还想看花童做哪些视频呢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